你看看，你这画的是什么玩意儿？我告诉你啊，走的时候啊，你画的你得全部买走，一个不能留。好。人家都不搭理你，小伙子，自讨没趣。颜色有点重啊，能不能换个颜色？超市长干嘛非要卖我最贵的？下面有没有？学长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画画。啊。这个送你吧。我。这个得花好久吧？你把它送给我，画的还是我们的灯塔。啊，不不，我说你画的是灯塔，灯塔不是我们的，灯塔是大家的嘛。啊，不是，就谢谢学长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。小姑娘，看过来。也不用那么太珍惜，你想要的我这都有。你看，灯塔，看。嘿，你先回家吧，看你还挺着急的。哦，对对对，那我先走了，学长。